专辑第二波主打曲 MV 竟然请到男友跨岛演出。对此，邓紫棋还在网上感谢对方，直呼拍摄前夕因疫情关系，原定的演员无法来到上海进行拍摄，甜蜜直呼感谢马克哥哥临时来救场。Mark 也在 IG 上用英文写下，原本拒绝了约莫50次，但一直到工作最后关头，还是没有找到适当人选。加上看着女友邓紫棋心情十分低落 ，Mark 才不得不点头答应，也说自己因为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才愿意出演。如今 MV 近日正式上线，在这首歌中，那些爆破与车祸场景营造出逼真的地狱画面。那场致命的车祸，让戏中邓紫棋和 Mark 原本美好的感情生活，一步步走向被瓦解的过程。不少粉丝纷纷看了兴奋直呼，不止歌好听 ，MV 也演得好虐心啊！